这人是打广告的，他就等着我排呢，你知道吧？他不退的话，他排不到我，他就等着我排，他想排到我。你看，还有这个，这两个，这都，他们这分段咋这么高呢？都。下把牌的时候慢点牌。我信你一把，我就10分，我分也不多，我信你一把，给我来点装备，最好是攻速。图，塞拉斯厄斐琉斯，嗯。有天选的呀，这锤石我也想拿。给我来个天选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我在这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我求你了，还不行吗？空城挺烦人呢，真的，这空城挺烦人呢。一整那空城吧，你这那卖不了血，卖不了血，那没攻速，没攻速，你可怎么整？是空城，哎呦我操！我碰上两家空城的，
这种攻速大剑这种东西指定是都没了。我来个这个吧。咋全是空城呢？魔法师露露，哎呀，没事，反正我们就十分，我先不要了。没事，我们就十分，没关系，兄弟们。陪大家来一把吴亦凡，好吧？我都不知道我因为啥，我碰着三个空城的，直接给我干冒火了，差点。吴亦凡天选来吧，求你啦！求求你了，求求您了，早点来吧。攻速大剑呐！攻速优先，好吧，漂亮，大剑呐，大剑，狼人，少说废话，多咬几下。没事，我们就五人口地，攒利息。我酸了，给我酸坏了，真的，给我酸完了。哼，不就
是一个吴亦凡天选吗？啊，不就是一个吴亦凡天选吗？我的天哪，给你们厉害的，你瞅瞅瞅瞅，哎呀，瞅瞅瞅瞅那损色，哎呀，漂亮啊，漂亮，不是不要猎人的吗？什么猎人？这月神的呀，猎什么人？猎人猎谁呀？啊，猎谁？哎呀，不敢担呐，蓝林汉的，不敢担呐，升级来。升级，卖血拿大剑好像不用了，那哥们阿卡丽有点狠，完了，大剑拿不着了，拿个别的吧。哎我操，拳套也没了，你妈的。我拿个龙狼人。我为啥跟他就差一滴血呀？真的好烦哦。小弟一手，拉七弟吧，拉七弟，兄弟们，等我们打完狼，拉七弟一波。对呀，七营口不是顺便能递狐狸吗？现在即使我递出来狐狸，我也无法凑出四灵魂莲华明咒。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兄弟们。我不用闻血，我闻啥血呀？现在我有什么好闻的呀？我在打狼之前再输一轮就完了呗，输就输了呗。打这个应该能打吧？
没塞拉斯，递不出来塞拉斯，你不用在那，你不用在那里酸了，不用在那里诅咒我了，没有用啊，兄弟，这能有什么用呢？这都是没有用的。你要诅咒我，你就诅咒我没大剑，对不对？给我来个大剑，狼哥。狼哥一直都是我哥呀，一直他都是我的哥哥，我的狼哥大剑，全套可以用。狼哥，大剑，大剑，哥呀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回不对劲儿啊！没关系，差一件装备，赶紧递一个塞拉斯啊，递个狐狸啥的呀。塞拉斯呢？塞拉斯呢？完了，哎，可以。哟，龙爪上一个。当啷当当当啷啷啷当当啷当当，哎，每次都把钱花光，不会卡利息地吗？我人儿都要没了，你跟我说我要卡利息低，而且现在我们缺的是狐狸，没有狐狸这阵容找不着狐狸，越往后打越垃圾，一星狐狸都可以，不用太多，一星就够了。护甲先不给，先不给，先不给。我有好几次这护甲都那啥了。这把给个狐狸，最次俺们都前四，真的。但他要不给的话，我也没办法。吴亦凡，这个小知识。它的攻击速度是会持续飙升的哦。现在我们可以卡利息地了，因为现在锁住血了嘛。都这个时间点了，还要攻速啊？
完了，没狐狸，这咋办？一件蓄聚光够吗？够，够用。已经有一个小子退出了游戏，这不上来空城那小子吗？你说去哪？现在给你狐狸也没用，差一个，什么差一个？这塞拉斯可挺难出啊，我这一看呢。二费卡一共多少张啊？够不够支持两个人升到三星的呀？那够的话，那就行。这波是赢了。他也就20块，我们30块，比谁嫖的多呗，真是的。好，又死一个，让你空城。这就是上来空城的选手吗？啊，这就是上来空城的选手啊，倒数第二。我以为空城能多狠呢，上来夸给我一个空城，给我干一愣。我说哎呀，这么多空城的吗？简直了！给个春哥，春哥龙爪都能用。又一个传送门。双传。怎么样？提醒自己一点，是感谢鱼野的一发大火箭，谢谢老板的一个大火箭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谢谢。时刻记住啊，自己的这个塞拉斯一定不要再上一件装备。一定不能再上装备了啊！这波我们肯定打不过他，因为我们的狐狸啊，他没起飞，你知道吗？狐狸技能没放出来，吴亦凡就放不就攻速就不够用啊，就会穴位是有点刮痧。现在就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是狐狸吧，现在有点脆啊，得给点魔抗。升八上个秘术，先把塞拉斯给低到3。妈的，这塞拉斯咋这么少呢？差4张，差3张，我们也得上个秘术。
这狐狸装备真好啊，他这狐狸。没什么能用的。再把前四稳了吧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，这不太清楚。我先把这鬼书给他吧，省着有点脆。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放技能，赢了。只要他能放出来技能，我就知道啊，我们是赢了呀！我的发，这蓝刀锋给我跳起来了。哎呀，塞拉斯呢？谁到了？塞拉斯上哪去了？这咋知道呢？谁到了？那也没有啊，那咋整啊？真理之意与我同在。挺难受啊。差三张。你看，只要狐狸能放来技能，就还是挺好打，你知道吧？只要狐狸放不来技能，就有点难打了。我把他火给他灭了，可以。法爆！上个秘术，你们说上谁呢？上蛇女儿还是上分女儿？老头没有啊。那你不得有老头吗？先拿个分女放着吧。那塞拉斯哪去了？我操了！塞拉斯呢？他狐狸没放来技能，没放来技能，没打住啊，不应该。
了，狐狸也没有啊，嫖一张也行啊，嗯。完了，钱不够，这他妈的，升了吧，兄弟们，这把吴亦凡可能就三星了，这么地儿。凑合玩吧。死了，那死了那也没办法，那没办法，死了咱就没办法。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尽力而为啊，兄弟们，尽力了，十分呢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尽力了，行了。